嘉诚哥，我怕你太累了，然后会成为你的累赘，也怕你不开心。我希望你有我是开心的、幸福的。莫兰，你想啥了？你给我记住了，我永远是你的避风港。你的生活里不只是你一个人，你还有个我，一直在你身后。请你相信我，我对你没有任何目的，我只是想对你好，打心眼里对你好。如果真的一定要说有目的的话，那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安稳的家，和你一起共度余生。可是啊，秋哥，你看你一年都这么照顾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还你了。还什么还呀？我们都是这种关系了，这么好的朋友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咱们还分离我吗？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你别干了，你上去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有一千没有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个给我吧，你去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来嘛。真的是，你看，还让你过来帮我干活，我都感觉到挺惭愧的，莫兰。没事，反正我今天家里的事情忙完莫兰，真的跟你在一起，不管做什么我都很开心。